飞，出场时乃中原三大冰城之一的龙涛冰城少城主，雍容贵气，天性浪漫，性喜流连花草。在横山见风云找寻见谪仙昔日记忆，踏上龙涛冰城时，两人因而结识。韶无飞之情意非凡，世所罕见，善识九弦琴，韶华盛极，微取天齐花化解见风云体内的一天魔之力，从而在天齐山上结识月无缺。两人殷勤结识，殷勤相交，殊不知韶无飞实为汉族玉脉的血之狼，乃玉脉安排在见谪仙四秀二十八相之潜伏。韶无飞几次借故离开，皆是化为血之狼行事，未免身份被识破，更设计手下韩秋莹顶替，可见其心思之缜密。但纸终究包不住火，随着韶无飞的真实身份逐渐揭露，来自玉脉的压迫日渐加深，韶无飞也越发走向黑暗。究竟混血之躯广袤天地无处为家的韶无飞未来命运如何，请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。Thank you.